对，暴增。这个球猛力拉在右外野，右外野手往后送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应该没有问题了。形成了一个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牺牲打，这是张敬明呢在今年球季的第一次的这个高飞牺牲打的一个出现，也让义大犀牛队呢在二局的上半呢先取得点，送回的跑者是三垒上的黄志培。减负之间给出力金鹤，这个距离够了哦，不要很盲目的要往本垒传，他直接传向二垒，避免一垒跑垒有机会再上去就好。所以现在是两出局，跑垒也让他留在一垒垒包。高飞牺牲打市场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项目，开启到目前为止呢，这义大犀牛队团队这是第六次的高飞牺牲打，兄弟相对的部分呢，哇，兄弟相对的部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次高飞牺牲打，所以这也是相对的目前为止得分的状况呢不理想的一个观察指标了。轮到的是第二棒的胡金龙，胡金龙在今天呢首次的打击当中呢是获得了一个四坏球保送，这也是他在本季第四次获得保送。现在跑者在一垒上两出局，林行的第一球依旧是先来了一个坏球。胡金龙最近的打击胃口也很好，所以第一球用变化球还蛮好的。那以林育清这样的一个用球数哦，唯一这个相对可以因应的就是他的一些后援投手的这个战力还蛮庞大的，对，包括有两位外籍的跟刚加入的这个陈宏文。好球，一个直插球走前面，然后再来一个外角的快速球，我这两个配球配得不错，重点是能够投到好球带。对，现在又取得球数的领先呢，就对林育新是比较有利的。胡金龙呢也连续八场比赛呢都有上垒，昨天呢是敲出了一支安打，最近也连三场有安打。垒上跑者走了，这个球打成了一个界外飞球，送给看台上的球迷了。对，还是手套击败了旁边的拉拉棒，好像中了头彩了。新流球啊，还有拉拉棒共头，刚才实在辛苦了。不会啦，这跟打拳类打被、真的、跟打拳类打被队友猫头一样啊。回去才知道痛，是不是？当下没有感觉，快乐的晕眩，哇，幸福的晕眩。现在还是两好一坏，在二局的上半。义大犀牛队先是得点，现在一垒上还有跑者，两出局。偏低形成了两好球两坏球。这个球在投出了就已经在短短的两局当中呢用了高达50个球。这是一个擦棒球，打到主审还是打到王俊杰？哦，打到王俊杰，最近还是蛮常挨打的。垒上的跑者也先起跑，防护人员要上去，一共给门球，好够勇敢。打到他的胸口。一垒上呢是蓝少白，两好两坏。哎呦，塞了一个内角的快速球，138公里。不过这个球呢，并没有进到好球带里面，形成了两好三坏。下一棒呢是林义泉。数已满，出局数也满了，所以这个球一出手啊，蓝少白就要起跑了。就这个球打成一个三垒方向，三垒手不好处理，也漏掉了。这时候蓝少白继续的往三垒做推进，打者这时候也往二垒走。三垒手黄世豪侧身呢，这个球并没有拦截下来，也使得胡金龙呢是上到二垒。原先提前起跑的蓝少白呢，也一溜烟的上到了三垒。
记录上又记了一个守备的失误。反应稍微慢了一点，好像那个弹跳自己没有掌握好。对，主要就是那个反应时间哦没掌握好。我这球也打得蛮强劲，有一定的难度啊。来看一下，硬是捞回来，在黄世豪的一个管区。手套的位置哦，因为膝盖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球最后碰到手套又碰到自己的膝盖，这也使得义大金融队在这一局先取得点之后哦，梅阳出局，跑者呢还攻占到了二三垒，要轮到的是第三棒的林义泉。林义泉最近也连续七场比赛呢有安打，包括昨天的比赛呢，他也有一支的安打。第一个球还是先来一个变化球，开季以来过去的九场比赛呢，德林一拳只有在第二场比赛唯一的一场没有安打的出现。二垒手跟一垒手的手的位置哦，就守的比较深，这也正确，两出局的情况之下守备范围加大。对，右外野手也守的比较深的位置。有这个球打到了三游间，穿了过去，三垒双跑者回来，二垒双跑者绕过三垒也要回来再添分数。林义泉这时候适时的一击啊，虽然相对有针对他的一个打击做一个布阵，但这个球还是强力的穿过了三游之间，也使得义大金融队这时候再添两分，比数现在变成了3-0。有这支安打很有价值，并没有刻意要全力的去做拉打，顺势的打到游击这个方向。54个球了，也要让林育勤稍微喘口气。来看一下，头的位置也比较甜，对，被掌握的比较扎实。我们看到游击手完全来不及反应，那整个布阵也比较偏右半边的。没错，属于那个球正好是一个偏高的正中央的球，所以离。